机械系教授张顺长带领同学开发了远端控制之车室散热系统，透过手机就能启动车子的散热系统，让驾驶人在使用车子前就可以先为车内来降温。这项发明是荣获了新型专利。这个专利最主要一个缘由是因为现在全球暖化，然后有关于这永续的议题，这个我们都会很注重这样的一个议题。那在这样的一个机缘之下，我们来跟学生共同来开发这样的专利。那目前就是在这个车子，我们有时候停车放在这个大太阳底下，没有一个遮盖物。那在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们驾驶者要上车的时候会觉得里面的那个车室温度很高。这项发明从车子原有的架构出发，大部分是使用车辆原有的零组件，不需要大幅度的改装，只要在车内安装蓝牙模组、控制器、智能晶片，就可以搭配手机的应用程式来操作。那这个系统大概的作动方式就是说，当我们这个车停在一个大太阳底下的时候，我们驾驶者要用这部车的时候，我们在远端地方先来让车子的车窗能够往下降大概10公分，然后让我们的那个鼓风机能够转，把车厢里面的一个温度让那个空气让它对流。系统电力来源是电瓶，不需要发动引擎，因此不会产生废气的排放，呼应了 SDGs13 气候行动的精神。目前发明已经取得新型的专利，也欢迎有兴趣的厂商和学校来联络。